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网络行销的第七讲哦。那第七讲我们主要的内容是要跟大家介绍地标专业与社团的重要性哦，以这个主题哦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今天我们循着往例哦，也是我们请到业界的专家哦来跟大家分享实务的一些做法跟经验。我们今天当然是非常欢迎呢我们前几次的一个来宾哦，全志强全执行长，他是站点子行销公司的全执行长哦，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其他的次要的内容哦，我们主要是讲到什么是地标专业哦，但是如何利用地标专业做行销我想这个是两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二呢就是粉丝团和社团的比较差异哦，这两个是有什么差异啊，粉丝团跟社团。还有再来就是社团的重要性我们会依据这些的内容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好，那第一个我们就切进来第一个主题哦，就是什么是地标专业哦，请那个全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标专业这个名词啊，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哦。那其实地标专业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卡哦。那其实现在的人啊，你会发现已经是打卡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他不管去到哪边他都要打卡哦。那这个不打卡好像就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去炫耀自己现在在哪里做了什么哦。其实这是一种已经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了哦。那所以我看到甚至这个之前我的学生啊，他很夸张，可能早上跟我打电话说，这个老师今天身体不舒服，要请假。就一个小时后，我就看到他在某一个这个街头逛街打卡的哈，就不小心泄底哈。OK， 这个就是打卡，其实就是地标的专业了哈。只是说一般人他可能不晓得说，这些我们常看到的打卡点它是怎么产生？好，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打卡点？要怎么去设一个打卡点？好，那尤其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公司啊，他刚开始，尤其是他是一家餐厅、咖啡厅，第一件事他就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叫这个客人在我们这边做打卡的这个动作那就可以帮助行销。那其实要做这个打卡，很简单我们一般来说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 Facebook， 右上角就会有这个打卡的按钮你就可以去打卡那譬如说你今天要这个打的这个卡。可能在假设你在这个捷运新埔站附近，你可能就会看到我们站点数位行销的打卡点，你就可以选了这个打卡点之后，然后可能就是在这边上班啊或做什么，这就是一个打卡的动作。但是如果说这时候刚好你要这个打的这个卡呢，它是可能地标上面原本没有的譬如说它可能昨天才新成立一家火锅店在这个地点。好，那你这边你就想要打一个卡叫做站点子火锅店，你发现搜寻就找不到站点子火锅店，那这个 Facebook 呢他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在这边新增一个打卡点叫做站点子火锅店，于是呢你就成了这个地点的第一个打卡的人。好，那从此之后呢，在你后面的人他就会找到这个点叫站点子火锅店。所以其实这个打卡点不一定是由这个老板或者店长自己产生的，有可能通常都是客人第一个产生的这样。那因为客人在产生的时候他也不会按照你的这个标准的名称，所以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名字，他可能叫站点的火锅店，也可以叫是好吃站点的火锅店都可以。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有各式各样可能很有创意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地标，譬如说你可能是在这个华航，你可能在这个在等的飞机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这个特别的打卡点，可能是这个中华航空空姐休息室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打卡点。
好，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为什么会这些打卡点呢？就是有人先去做了这个打卡。好，那我特别稍微说一下哈，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打卡点啊，只要一产生，下一个人来就马上就可以打到卡。好，一般来说，它都是因为这个资料毕竟非常的庞大，所以 Facebook 它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把这个资料建到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越多人去打卡，好，越长这个打卡离你越近的这个打卡点会排得越前面，哦，也越容易被搜寻到。譬如说他只要打一个赞，哦，这个就找到了，或者是你们赞点子本来就是排在前面，哦，所以一个店家不要以为，哎，我成立了一个打卡点，马上别人就找得到，不是哦。最好刚开始的时候要请你的这个店员、亲朋好友赶快多多来打卡，好，哦，才会让你的打卡数越高，你的打卡点就会越排在越前面，越容易被查询得到。那打这个卡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打完卡之后呢，在你的个人的这个近况，好，就会出现你的打卡的记录。好，那别人可能一看这个打卡点啊，哦，就知道哦，你现在在这边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地点顺便也就有曝光的一个效果。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标打卡这件事情啊，对店家来说其实是有几个好处的哈。第一个好处呢，它就是有这个一乘200的这个曝光的效果哈。什么叫一乘200呢？因为我们现在平均 Facebook 上面一个人大概有200个朋友到300个朋友左右，所以你打一个卡，其实你的朋友都会看到，它就是一个曝光的效果，宣传的效果，而且其实可能不用花太多的费用哦。你想看一天有多少人打卡，一个月有多少的人加累加起来的这个曝光的效果就非常的惊人哈。那第二个呢？打卡这件事情会增加你跟客户之间的互动，好，因为你可能要叫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打个卡？那这就是一种互动，好，那客户可能说，哎，打卡能有什么好处啊？要做什么？好，那这个就是你跟客户之间就会透过打卡这件事情就会有了一个互动，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地标专业跟你的原本的粉丝专业如果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是可以更方便来做经营跟宣传，好，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他的粉丝专业本来就是地标专业，哦，这是 OK 的。但是我会发现有些公司不是哦，哦，有些公司他可能自己有一个粉丝专业，然后打卡业又是不同的打卡业。好，哦，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哦，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我去这个花莲住了一个民宿，我去上课的时候，好，哦，他这个民宿这个老板，我在那边哦，觉得我房间很漂亮，我就打了一个卡。就打完卡之后呢，哦，在我的涂鸦墙上也是出现这个我拍的照片什么。可是当你点了这个打卡的这个连接的时候，如果大家对我的这个住的地方有兴趣，大家就会点这个连接。一点过去呢，就会发现，哎，怎么看到的就是一般传统的一个打卡地标页，哦，上面没有什么资讯，有一些朋友的拍过的照片，就这样，也没有店家介绍，打卡数也不多。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我去三义的时候，也是住在我一个客户的民宿，好，然后我也打了一个卡，然后这个打卡点呢，你如果点的那个连接连过去的话呢，就会看到那个这个民宿自己经营的一个粉丝专页，他们上面可能已经有这个好几万的打卡数，粉丝人数也有一两万人，然后里面这个老板啊更新的还蛮频繁的，每天都会更新好几次，哇，就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活的一个粉丝专业，你就会真的想要去那边住住看。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很大的差异呢？其实第一种的哦，左边那一种的这种打卡页，它是点过去之后呢，它是没有经过认领。好，哦，这个地标页啊，当你没有去做一个认领的时候，它就是属于一种，我常常笑说，它其实属于一种无主孤魂啊。好，哦，所以你就不是管理员，你也没办法上去做任何的更新的动作。但是另外这个民宿呢，它的地标专业不但是已经认领了，而且跟原本的粉丝专业做了一个合并的动作，好，所以因为有做这样的动作，他就可以进去做管理，他是管理员，好，那这两点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好，那很多人会没有发现说，哇，原来他有很多的打卡业，他们的地标专业可能叫不同的名字的，沦落在外面，那都没有人去做认领的动作，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惜。那要怎么去做认领呢？哦，其实也很简单。现在只要到这个你的这个打卡页啊的右上角勾选一下，它的会有一个选项，哦，你就可以说这个我是这个专业的
管理员，我是管理员的主人，我要做认领。认领呢，一般来说呢，他可能可以用电话号码，或者是提供你们的这个水电费、电话费的账单，哦，他就可以做一个认领。好，大概需要可能3-4天的时间，哦，就是认领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标点以后你就是管理员，你就可以跟他对他做进任何的管理。好，那之前资料也会在，粉丝都会在，也不用担心。好，这个有认领过的这个地标专业啊，哦，他才是可以做管理。好，那如果你现在发现，哎，我因为一个名称不一样，哈，我随便举一例，哈，假设这个民宿叫站点子，好，你认领了一个专业叫站点子这个民宿，或一个叫站点子好玩民宿，或是好棒的站点民宿，你认领了3个不同的地标专业，每一个都有零星不同的打卡数，其实你可以在后台粉丝专业后台有个功能，可以把它做合并的动作，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哦，你就不需要去管理那么多的粉丝专业这样，哦，所以合并的这个动作啊，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哦，要知道怎么去做合并的这个动作，哦，好 ，OK，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什么是地标专业这件事情，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就是地标专业的行销这件事情，哦，那地标专业的行销其实也很重要，哦，那我们通常在叫客户做这个客人做打卡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叫他做至少会做3件事情，这3件事情是绝对都要做的，哦，第一个就是打卡，哦，他到那边就打了一个卡，那第二个呢就是帮你的粉丝专业按赞，哦，打卡不等于按赞，打卡只是说我到此一游而已，按赞才是真正，哦，以后他还会看到你的讯息。那第3件事呢，就是最好也上传一张相片。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没有上传相片的话，你的打卡的资料看起来就是比较，就会出现地图啦，哦，比较勾引不起大家的兴趣，连过去看，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打卡、按赞，然后再加上传相片，这3个是最基本动作。那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觉得也不要太复杂。基本上有做到这3个，对你的公司来说就有一定的宣传的效果了，哦。那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啦，哦，这个也可以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哦，就是说，哎，这个地标专业上面可能常会遇到问题，哦，譬如说，我们总是要站在粉丝网友的角度去想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我为什么要打卡，哦，所以你要提供一个好的诱因让大家去做打卡，哦，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这个客户啊，他们是开这个火锅店，哦，他们的火锅店呢，这个老板啊，他对打卡这件事情就很认真，哦，他就说这个每一个只要来这边打卡的，他就送你一盘火锅料，哦，小小一盘，哦，那不要大家不要看说，哎，这火锅料很小一盘，这个好像不太吸引人，可是你看到隔壁的有你没有，你就会想要打个卡好了，哦，那重点来了，哦，那一般来说这个可能大家说有打卡就在这个柜台上面就放一个这个打卡的送什么优惠，不是哦，这个老板啊他非常的认真，哦，他要求他的每一个店员，哦，他把店里面划分成4块，然后呢每一块会有一个不同的服务生，那就是他的责任领域，嗯，你在这一块里面呢，就是要求你就是要对你的客人一直去推打卡这件事情，那每天晚上呢他就会统计哦，哎，看哪一区的打卡数最多，也就是送出最多的料理最多的小菜或是什么，代表你推的最认真，好，那你的这个最后每当天你可能就可以得到奖金，如果你是排最后的话说不定还要扣钱这样，他用这种方法来这个努力的 push 他的这个员工去推打卡这件事情，所以他打卡数成长得非常快，甚至比按赞的成长得还快，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大家常见到说，哎，我到底怎么知道这个客户有没有打卡，好，哦，那这个他打了卡，我在粉丝专里面会看到吗？哦，其实他打了卡你是不会看到的，因为 Facebook 有这个隐私权限的设定的问题，哦，所以一般来说你要知道你的客户是不是真的有打卡，我们都会请他真的拿手机给你看，哦，看，哎，真的我有打卡，哦，那这件事情就 OK，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礼物或是什么，哦，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个要这样做还行，没有别的方法，哦，目前为止是这样，哦，那第三个呢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个家庭打卡跟每个人打卡的差异，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了，哦，这个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泰式料理，哦，他也有推打卡，哦，只不过他比较小气，
打一次卡才打95折而已哈。OK， 好，大家知道，如果有去吃过这种泰式料理的话，好，它的打卡其实是这个它我们去吃的时候都是吃一桌菜嘛，哦，大家一起吃，哦，请问一下，我们是这个一桌里面要几个人打卡，它才会打折？通常是不是一个人打卡，它就会打折？这样，好，所以通常一整桌吃下来，也就只有一个人打卡而已，好，它就打个95折这样。好，可是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火锅店哦，它是怎么样？它是每一个人打卡就送你一盘小菜，好，送你一盘火锅料，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火锅店每一个吃完的每一个都会打卡。可是刚刚这个泰式料理可能一桌才一个人打卡，这一整天下来就差很多，一整天下来可能就差了这个可能10倍都有可能这样。但是你花的成本其实差不多，你的折扣，你的花的这个行销预算其实差不多的，所以尽量要让来到店里的，来到这个店面的每一个人都去做打卡这件事情，好，这样子的行销效果才会是最好的。好，以上呢是这个地标打卡的这个行销啊，这件事情的这个重要性哈，就是请记得这个各个商家哈都要注意啊，先去有一个认领你的地标打卡页，好，然后在这个透过一些方法、一些诱因来鼓励你的粉丝、客人做打卡的动作。好，谢谢那个全执行长啊，我想，刚刚其实已经把那个什么地标、什么叫地标专业啊、什么打卡。还有如何利用打卡啊来做行销啊，我想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程序上也是非常的那个啊详细的啊，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要如何来做打卡啊，这个跟用打卡来做行销啊，我想这个是脸书行销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里面的工具打卡。好，那接下来是不是？你刚刚有提到粉丝团，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粉丝团了，还有社团，那他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粉丝团跟社团的比较有什么差异啊？其实社团呢、也是很多人在用的一个功能哈、那但是很多人在用这个开一个在 Facebook 上做行销的时候，他不知道我今天到底是要成立粉丝团还是成立社团比较好、所以其实这两个功能呢都不太一样哈。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社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功能哈。那首先呢，这个社团啊，它的这个本质啊，就是一个小圈圈的交流，就是大家在里面可能比粉丝团比起来更有一个这个一群人在里面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感觉哈。那任何人其实都可以成立社团，你在这个你的 Facebook 的左手边，你就会看到一个成立社团的一个按钮。好，那跟粉丝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粉丝团。成立的时候可能不用有任何人，好，你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了。但是社团你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最少最少你就还是要再邀请一个人，好，就是他要两个人才能成立社团，这是一个刚开始最大的不一样哈。那你如果这个自己不知道怎么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就再成立一个另外一个账号，一个分身吧，你就可以有办法成立一个社团了哈。那这个社团呢，他的这个朋友啊。你当然你的公开的社团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人会自己加入，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是透过邀请的方法，你要输入你朋友的这个 Facebook 的昵称，好，一个一个的把你的朋友加进来，好，所以但是被加进来的人他会很快就会收到讯息，他比较容易决定要或不要，好，那不像是粉丝团，粉丝团我们也会发出邀请，可是很多人看到粉丝团的邀请大部分都略过，好，这跟社团也是很不一样，好，那。这个社团的成员也可以主动邀请其他朋友来加入社团，然后来让管理员决定说，哎，我要不要让他来加入哈？所以他是有这些这个加入好友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哈。那社团呢，跟粉丝团呢，在本质上面，在行销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哈，就是社团的贴文的内容啊，哦，它是会主动去通知你的所有的成员，好。那一般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团啊是没有这个功能。我们粉丝团在里面贴文啊，可能你的粉丝只是在涂鸦墙上会看到，他不会收到一个通知。好，可是社团里面的成员呢，如果他没有特别去把这个通知的权限把它关掉的话，只要有任何人一贴文，所有的成员通通都会收到通知。所以社团的传达的效果啊，其实比粉丝团会高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圈圈，你在里面哦发一些议题的话，其实被看到的几率
会比粉丝团这个触及的人数会比粉丝团要高很多很多。那这个社团呢也是还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就是说社团它是有这个权限，有这个功能，这个它是有不同三种不同的权限。粉丝团呢永远都是公开的，粉丝团没有什么私密粉丝团，可是在社团里面呢它就有分成公开、半公开或者是私密三种社团。这三种不同的权限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今天如果你是这个私密的社团的话呢，这个成员在里面啊，他不管是社团的名称也好，社团里面的人也好，是完全都不会被看到，你可以成立一个隐私性非常高的社团。好，那如果你之前是一个半公开的社团的话，你的社团名称是会被搜寻到，好，但是成员可能也会被看到，但是内容就不会被看到，只有加入人才能看到。好，那如果是全公开的社团的话呢，你的社团名称会被看到，你的社团成员会看到，你里面贴文内容也会被看到。那唯一有加入跟没有加入差别是，有加入的人才能够发文，没有加入的人不能发文。哦，这跟粉丝团不一样哦。粉丝团间我不需要帮你按赞，我就可以留言。哦，可是社团不是，社团一定还是要先加入成为成员才能够留言。好，那这三种不同的权限呢，其实就很不一样，就蛮好运用的哦。因为对有些公司来说呢，他可能希望有一些这个贴的内容不希望被太多人知道，可能是一个特殊的 VIP 优惠，他就可以把这些 VIP 的人把他集中变成一个社团的成员，好，然后这个让他来在这个社团里面去发布一些特殊的优惠，好，这个所以这个他们就会用社团这种半公开或是私密的这种社团来做一个经营，好，那这个社团呢，其实在250个成员以上呢，也是不能够再改名字和隐私权限了哈。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社团，这个最重要的好处就是说，他在发内容的时候，其实成员都会收到通知哈。所以这点在传达的效果上面也是非常好的哈。那除此之外呢，社团还有一些功能也是粉丝团没有的。比如说社团有一个功能叫做社团的文件，好，这个文件呢，这个是可以共同去编辑的，好，所以今天。我可能譬如说我可能写一个这个公司的一个会议记录，那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上去对这个文件做一些编辑修改，好，那跟 Google 云端文件这种不一样，因为它编辑了你是没有办法还原到某个时间点，你只知道谁做了编辑而已，好，如果内容不小心被人家删掉了也就没办法了，这是共同编辑一个文件。然后呢它也有一个即时的聊天室，你可以在里面跟你的所有社团成员做一些聊天，不过这个成员太多就没有这个功能，50个成员以上他就没有聊天室的这个功能。 OK， 那这个社团还有一个公用账号，那这个公用账号其实用到的人不多了，就是说大家可以寄一个 mail 到一个某一个公用的信箱，全部人呢这个内容就会自动 po 在社团贴文里面，而且全部人都会收到通知，这个是公用账号。然后这个你可以知道说你今天在社团贴的内容被几个人看过了，好，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在粉丝团里面也没有这个功能，好，所以像这些功能啊，哦，其实都还蛮好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也很好用的功能叫做问问题，以前问问题这个功能呢在这个粉丝团里面也有，个人涂鸦墙也有，不过现在这个功能呢就只剩下社团有，好，其他地方都没有了。但是其实问问题这个功能呢其实还蛮好用的，因为呢它可以用来做一些投票，那因为每一个人上去可能可以复选可以单选，你可以发起人可以设定甚至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你用它来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或是用它来瞧大家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聚餐，请问大家哪一个时间可以，或者是大家喜欢吃什么菜，你都可以透过这个问问题的功能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答案，好，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符合的，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好 ，OK。所以这个是问问题的功能，好，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呢，你只要在左下角有没有勾选说允许任何人形成选项，好，就可以决定你这个问问题是单选题还是复选题，好，所以这个是问问题的这个功能，好。那所以我觉得社团呢，它本质上就是帮这个完全公开的 Facebook 这个大社群啊。带来了一个比较有隐秘性的一个小圈圈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社团的最重要的本质哈。那大家也要注意啦，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接触过，其实现在有很多钓鱼的社团，就是上面可能是一些这个帮你购物啊，或者是什么团购啊，可是其实很多都只是要骗你的资讯。你如果看到那个社团的人数啊非常多，譬如说10万以上、20万以上，通常那个社团就是有问题，因为很少有正常社团可以有这么多的粉丝，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社团跟专业的比较，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表格可能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说它的不管是在功能啊，它的审核成员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它的讯息传达的效果等等，这个社团跟粉丝团其实在功能上面是有蛮大的差异的。那最后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就是我们先说一下它的用途好了。我觉得社团其实它是为公司的 VIP 或会员啊提供一个原地，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互动博感情。那你也可能是这个针对你们的这个成立一个资讯顾问的这个团体在里面，可能是一个不公开的，或者是说它是针对某一个主题在里面做资讯交流，或者是它是大家都有共同背景可是人数不是那么多的一个社群的交流。那最重要的是社团的管理员，你可能是管理员，可以控制这个社团的名单，你随时都可以把这个他不遵守规则把他踢掉。那粉丝团就比较没有这个功能，因为粉丝团都全公开的嘛，你把谁踢掉其实意义没那么大。所以最后我们看几个范例啦，像有一个这个J Travel Justin， 这是一个我朋友，他成立了一个，他是一个导游领队导游，他每次出去带团呢回来，他就把成员这个他带过团的团员加入这个社团里面，所以社团成员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也会在里面，说他只要在里面一发起说我接下来要带来一个团，马上就之前有来过的人，这个有参加过他团的人马上就把里面挤爆了，或者是里面团员会讨论一下说我接下来想去哪里。那我们自己公司有一个社团叫做试用达人大募集，我们也在里面推了很多的这个试用品，让这些有喜欢写试用品的部落客在里面互动。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客户他叫木作达人，他也成立一个 VIP 社团，那里面的业绩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透过这些 VIP 的社团呢，都帮他们公司啊创造了很大的业绩，都是由这个 VIP 的社团来的。那以上是这个社团的一些功能，还有在这个行销上面的一些案例的介绍。好，那社团的重要性你要不要再做一些其实社团很重要，就是说因为透过社团啊你是比较容易把你的讯息传达给你的粉丝，因为这个粉丝专业啊它的触及人数越来越低，所以像你还是可以去经营粉丝团，粉丝团比较是针对很大众的很广泛的会员，但是社团呢你就可以针对你们原本的客户原本的会员，有点像是针对会员来做一个经营管理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的两个的本质上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样。所以社团其实就比较适合做一些会员的之间的关系管理了，对对，就是去维护一些老客户吧，是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想说今天我想我们前执行长已经把非常重要的打卡还有一些打卡如何用打卡来行销就是地标专业了，我们的学术名词还有粉丝团跟社团之间的比较差异还有我们的社团的一个重要性我想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也举了一些案例那个我想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全执行长那么详细的帮我们做一些脸书行销的一个介绍，那也谢谢各位观众的一个收看，谢谢全执行长，谢谢我们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